把时间轴上像更精妙的帮助大家讲到酒的话，这个我可以继续把它证明。本来我们开会的时候，理事长是跟李书记讲说，我只要写纲要就好，不要写纲要，在这里把它讲这内容啊，反正你们听不懂，除非白板一直写不好。所以我想，既然要利益大众、利益群众，我就把它写出来啊。台上十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是花很多时间整理啊。那这个只是我写的冰山一角啊，要写没有办法写完啊。我希望能够退休下来，专门来写这些东西，来帮助世间的人啊，训练啊。那么好，这个又底下有了啊，翻过来第五页啊。天道天王绕梭天下，种种业将之眷属三灾业，自人无敌。任有一些众生困逼之病，邪道天王为什么逆转出？这个就是瘟疫的时候，他邪道天王三灾业本来人家熟悉扫黑啊，他看你显良人家，他知道你的家里会放光，你的头上会放光，你身上会放光，他在天上看得到你的心有一条心丝线，过过了一个，他到地往上帝那边，你这边想要做坏事，地往上帝那边晃一下，哎，看，哎，要某某你想要做什么？不行乱搞，好多人都在想做坏事，我们都有心思线传到地方上帝那边，地方家地方来国，好像将来能请后一样的是难题。对于三灾业，一是六九，六九三场灾，所以在六九，我叫这个十灾，好十灾，这是不只是讲所因果，他说不要做高广大法，不要听过五句，不要做一些不好的事啊，这是十灾啊，七灾。一碰了力，能力大，体力怎么样？很牛逼啊！当然是别做啊，哎，贵谁贵谁啊？分别体啊，你啊，太用心了啊，怎么样？所以很多疾病是来自于鬼神放下来的啊。没有人哪个眼光那么小，在看这种世间的事，好不好？治病像 SARS 就是这种，那 SARS 你是用什么治疗就可以了？医学上国家搞啊，很多很多啊，国家过去需要病毒，病得瘟疫，这重病热冷热内需要下内。好，这个不太详细，简单看一下哈。那么以下讲一些实际案例，这个最近的事情哈。这案例很多，我是随便挑几个。很高大的军人，海军四十几岁，这个前个月上个月的事情。啊，突然那个智慧变成小孩子，大概七岁，啊，一个十几岁的军人，父母还是很照顾，天下父母心啊。很多人说啊，你长大了是自己，他得了这种病以后，妻子太太都伤心，又是军人嘛，亲属呢，突然没得理他，啊，变成小孩子那种住客，啊，小小的很稚气，啊，会怕，啊。我们用这种诊断方法一看，就是它是海鬼上身，海鬼很快就形成海鬼上身啊。他一号从高雄左营来的军人来到台中，不到我们那里去，不到他们那边治。然后呢，听到海鬼上身以后，当天晚上非常忙，为了看他那么痛苦，十一点了，晚上十一点，请他接过来那个海鬼上走。哦，你不会抓哦，啊，下次再请你抓抓看啊。那，啊，我不敢抓。你现在告诉你方法嘛，前面已经有些方法了啊。啊，把海鬼送走了，第二天早上九点又来了哈，啊，父母一心急抱着一直哭，哎，好可怜，病了这几个，体会父母的心情啊，他要回高雄去了，好了啊。这个九个月大医院，啊，这都最近的哈，啊，仁爱医院。差管怕很多，一直检查都发高烧不退啊！啊，通过这种诊断法，就是，天罡煞，还有魔煞，在身上算得了哈，啊。这案例我们以前都很多很多了哈，啊，简单挑几个，那就一直发烧，而我这法师的就要帮他想办法。你会看病也没用，所以跟医学跟药学是一样的，两者要配合。医药的药师、药剂师介绍心愿给医师，医师开给病人，啊，医师比较那个好像面接病人的，他危险比较大，所以药师幕后很大，发了药，发了研究，创造出来这个药材，再把它推荐给医师，医师对药是要药师去介绍，不然他不懂，
第二你就知道看一病人哈，就这样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要诊断，诊断之后，哎呀，哇，你要什么短期抓这些鬼去治这些鬼啊？那你一定要身上精湛，才能智慧如海。你没有身上精湛，凡间人解决不了这种临界的事情，就鬼神重的事情啊。那魔很强的哈。好，再来三个，背脊在折，这个胆囊肿大，怕很痛很痛啊。医生叫他回去办后事，在医院里面也是在仁爱医院，人长反侧，很痛苦，很痛苦啊，一直痛。哦，我也是去了哈，去了就看他的腿哪里不好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主要是在上。好，他那病人很痛很痛，我就该跟他沟通，请他退让，然后我们愿意赔偿，愿意和解，请他看在凡人的面子上，啊。然后就不痛了，不痛以后就请他过来以后跟他做一些赔偿，跟他和解，以和为贵啊。很多法师还有社会上的法师都看到鬼就打就杀，就敢下人命，你们家庭常常敢下人命弄旺灾，不可以。还有以讹传讹了，这个方法，鬼神重视六道众生，是我们动物一体是轮回的。我们死了以后，你今天没有来听这些经，你没有去修出来，就是当鬼了嘛。那、啊、你去讲鬼人家，他把你搞，那你醒不该救你，该渡掉了嘛，我要渡掉，好嘛，我这番鬼还行，我这鬼也行，这气魄嘛。所以我们经常啊，不修鬼。看《洛阳经》里面讲，他功德很快很大。你们是福德不够的，很多事很难成的，赶快来做一场那个布施给鬼吃的东西。那鬼比我们量事情太那个经上怎么讲？佛说，释迦牟尼，你看那么高那么伟大的人口，他竟然说，你要帮九万分灭佛讲，你要罗宾看这鬼，还是看来教佛讲，你要先鬼讲，大家有教讲，安尼比佛讲还功德给一万倍讲。看有慈悲没有慈悲，我们世间人拢误会，哎，你告别先讲，你是贵别先讲，我随便合作讲，啊，我拿爸的讲，伊昨天过来，伊怎么样？哎，贵吼，哦，你讲对，你马上讲对好，变嘛好，哎，你讲对有啊，有够，好，我常常用这个方法帮助解决几级困难的人啊，助病，好，啊，这个是冤亲债主来透的哈，那目前。那个时间不多，赶快讲快一点，等一下再回顾或谈一些要怎么治疗啊，怎么方便啊？哎，有一些比较专业就留在专题上再来报告哈、啊。那个这是关节介质，目前我们所研究的哈，95%左右，那癌症的都是关节介质，都是关节介质来透啊。啊，叫这些理由，这些理由哈，爱做出名代表的关节修呢，啊，每多少利息或爱在。表都开始崩病了，那个看病有四条，啊，四五关哦，你搞阿买了，我再四条，这个前面有讲诅咒，啊、哦、啊，回来找他，他就躲到里面去了，他的先生也有哦，很不容易查出来，也没有像医师一样，比较聪明的医师，比较智慧师，看病就看得准确的，马马虎虎就看不出来，啊，里面那个三七四妾的，为了增加信誉。三七四妾要如何满一三五啊？他是要啊，人家给他介绍说要抓想破好破到位，他不越胖越健康，我就去买啊，擦一擦，擦一擦就泡酒然后真的很好，天天夜夜增加啊，夜夜增加啊。但是这些蛇它很嗔恨心很重啊，它是六道轮回，它当蛇本身是嗔恨心很重的，再去做主。所以大境界啊、哦，你为了你的幸福、快乐牺牲我生命，他就把它躲进来了。这有叫长瘤、癌症、癌症，这个